小孩的嫖客啊，终于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了吗？给大家带来非常精彩的拳皇98C的小孩专场，第一场对战 UP。那现在比赛已经打到了0-7了，也就是说啊，小孩目前还没有开张。当然这也不奇怪，因为他经常关注小孩比赛的朋友应该明白啊，他最近今年一直在打拳皇15，打街霸5的这个版本没有完。今天晚上刚上来打 UP 这么一个98C的 S 级的玩家，应该说啊，想赢他的希望不是很大的。毕竟一个每天只玩这一个版本的，跟一个偶尔玩的是不太一样的。好了，现在对局来对小孩对阵 UP。好了，咱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，目前是小孩的嫖客啊，终于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了吧？挑战了 UP，Nice。记得关注再走哦。